然后就不进，是一个嘟嘟，这个是嘟嘟开大船的故事。对，这个故事说的好棒。这不是大野狼的故事。这不是。这个是黄雨明的故事。哇。是黄雨明，这黄雨明睡觉之前起来的故事。哇。它是一个故事，它讲的，它是。这个是跟你讲，这个是我讲的，它是好基雅的故事，它是新的故事，它是你妈妈买的故事，它是个人，它是个小主播，它在走草，它看到了一个大船，然后看到一个游泳池，然后看到一个小船，它是一个故事，是黄雨明的故事，很棒的故事，谢谢你说好听的故事给我们听。好，再次，每天小嘟嘟就坐公车，然后嘟嘟就回去了。好快的故事。嘟嘟生气了，可是嘟嘟在这边，可是你们的弟弟在这边，然后嘟嘟就生气，不想你了。然后嘟嘟吓到了，然后就上夜嘟嘟。一个鸡蛋，还有这个傻鸡。每天小嘟嘟找一个人，然后这个人是他在这边。嘟嘟玩游泳池，然后下夜，嘟嘟的小黄就拿到小好球球，你的小黄拿到了，是给你，谢谢你，阿佩。小黄雨明坐公车的故事，每天小黄雨明坐公车，然后看完陪伴，每天小嘟嘟看到了一个东西的洞。
的故事，可是华裔女走路走在草地上，她走路草地上，她走路摇摇晃晃，她走路是摇摇摆摆的呀，可走路好惊讶，很惊讶。我没有听到你的幼幼 CD 里面有一个三岁娃娃穿新鞋是吗？摇摇摆摆来上学，我忘记怎么唱了。